小王的新英雄美人鱼要来了，不过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刚进城就被一个长得像凯的男人吸引。不过新英雄好像只有7秒钟的记忆，瞬间就被城里其他的东西吸引。突然一阵歪风吹过，他发现远处有只猫正在观察一条无精打采的鱼，于是美人鱼使用技能让小鱼瞬间有了精神。不过他的举动引起了猫哥的注意，吓得美人鱼大声尖叫，一个箩筐被尖叫声震动的掉落在他的头上，成了显眼包，当场射死，不小心还把小鱼给弹飞起来。好在美人鱼有随手变水的技能，猫哥表示不服，美人鱼直接给他扣上鱼缸，然后原地划拉出一片水潭溜走了。总体来说，新英雄的性格和瑶妹一样，都是属于傻白甜的那种。小伙伴，假如瑶妹和新英雄让你们选一个做女友，你们会选谁呢？